我想在这个近乎梦幻般的夜晚，向所有的观众道一声晚上好。赛前的准备工作之前，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完美啊，比赛相信也是非常的完美啊，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完美。我们随时为您播报两队的消息啊，两队你看，真是这热情一浪高过一浪，我们内心也是充满了期待，这也是足球队吸引人的地方。天气好，观众踢的什么？开场了，比赛就要这样踢，简单高效，一脚两脚进球，太好看了。什么？你还敢说不好看？我猜双方应该都没料到这样的局面啊。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显然十分奏效，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，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吉米西，球在费德里科·巴尔维德脚下，姆巴佩漂亮的直塞球，传中的好机会，质量怎么样？这脚射门距离球门啊只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他在球门正前方，好说歹说这球应该进。巴斯滕，巴斯滕将球塞过去，巴斯滕确实有自信也有能力那样的控球，但是稍微带多了几步，应该早点把球传出去，因为接应的球员已经拍马赶到了。基里安·姆巴佩拿球，梅西，里杰卡尔德，巴斯滕拿球，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，身体优势啊，这点让对手巴斯滕门将表现非常给力，又一次机会，再次打门，比赛才刚开始，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。这球我上去都能打进，你觉得呢？瓦拉内不会再碰到更容易的进球机会了，他在禁区内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空间，防守太糟糕了。米兰取得两球优势，而对手仍未破门。在1-0的时候，比赛的形势仍然相对的均衡，但现在比分差距扩大到了两球，球员的心态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，一方的取胜信念更强，而另一方对失利的担忧则更加的严重。里杰卡尔德，里杰卡尔德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古利特想要穿透防线，贝卡姆，弗代里科·巴尔维德，吉米西，里杰卡尔德，漂亮的施压，在对方形成威胁之前迫使他们犯错，终止了进攻。姆巴佩试图直塞，这次抢断非常关键。尼克拉斯·巨勒读懂了对手的想法，成功抢断。古利特，他还在继续带球，有机会吗？的位置很好，好机会，十拿九稳，甚至是十拿十稳。也许这个过程太过轻松了，太容易了，差距就快大的追不上了。不得不说啊，在这个位置射门不进的概率只有我赶快查一下资料啊、只有3%左右吧，我瞎猜的。阿斯滕显然是危险人物，对手却给了他这么多的空间，完全是送礼的节奏吧。今天终于让他知道这威名是名不虚传呀。米兰三球领先，他们已经肆无忌惮。过顶球，他们踢的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！先清，他尝试远射，
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。布鲁诺·费尔南德斯试图直塞到身后，詹路易吉·唐纳鲁马轻松地把球拿到。球在莱昂内尔·梅西脚下，球在巴斯滕脚下，里吉·卡尔德先出一脚夺回球权。巴尔维德传球，罗伯逊跃起头球，他成功的将球破坏。吉米西，看费德里克巴尔维德，机会怎么样？这个扑救毫无难度，我很理解他们在比分落后时的焦急心情啊。但是在这种距离选择直接打门，是不是有些太过于急躁了？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。米兰表现堪称完美，英格兰主教练他们在团队训话当中已经是未雨绸缪，做好了准备，满脸笑容。不过他也确实有这个资本。米兰上半场打疯了，也预示着不可能会有神奇的逆转了。现在下半时开始，吉米西将球传到边路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 C 罗，里吉卡尔德，梅西，马拉内，里巴拉，球被拦截，他明显的放倒了对方，是个任意球。里吉卡尔德刚刚才被警告过，罗伯逊，吉米西，球在布鲁诺·费尔南德斯脚下，门前失射，球进了。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没拦住他，这下摆脱防守进球的动作就像一只泥鳅一样，后卫怎么抓也抓不住啊！精彩。他们取得了进球，不过翻盘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。漂亮的防守，再这么防下去啊，后卫们要失业了。前锋应该是球队抵挡敌人的第一道防线，在这一点上没人比他做得更好。发起反击，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。姆巴佩，保罗迪巴拉拿球，哎，不好啊，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，浪费了一次机会。贝克汉姆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。罗纳尔迪尼奥，精巧的高球，及时的解围，他们能形成反击吗？布鲁诺·费尔南德斯，漂亮的拦截，解除了危险，快速向门前推进。吉米西，里吉卡尔德，罗伯逊，弗代里克·巴尔维德，布鲁诺·费尔南德斯，迪巴拉，吉米西，里吉卡尔德，出现的很及时，太有必要了。弗代里克·巴尔维德，看基里安·姆巴佩，贝克汉姆，古利特。球在巴斯滕脚下，巴斯滕，巴斯滕，巴斯滕送出直塞，他成功的阻止了对方的进攻。
布鲁诺·费尔南德斯，姆巴佩，他的带球没有揉到黑段，是抢不到的。里吉凯尔德，巴斯滕，巴斯滕将球塞过去，巴斯滕这球传得不够好，传球的视野很好，但是传的就太对不起观众了。不过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好，相信还有机会。 C 罗，球在巴斯滕脚下，要到前场，弗代里克·巴尔维德，姆巴佩，球来到了左侧，他能完成射门吗？飞着越起，罗纳尔迪尼奥，古利特，快攻的好机会，罗纳尔迪尼奥，他知道啊，自己这球传得不好。嗯，这球传球的力道不够，让对手很轻易的就接到了球。C 罗，马拉内拍出了险情，弗代里克·巴尔维德试图直塞，贝克汉姆起脚打门，应了那句俗语，人不犯错，天诛地灭。现在我们期盼的换人终于出现了，是谁呢？球在迪巴拉脚下，漂亮的直塞球，力度恰到好处，这是他抬脚施射，真是万万没想到啊。阿拉巴，梅西，巴斯滕拿球，巴斯滕绝佳的进球，他们已经翻山越岭，远走高飞，永远追不上了。绝对的死角，门将只能行注目礼。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都很难扑出来啊，更别说一个了。这个射门太刁钻了。第四个进球，他是今天的主角。轻松取胜，无解的表现，完全一边倒啊！在90分钟的较量之后呢，苗指导，你对比赛有什么样的评价呢？如果分析他们取胜的主要原因，我觉得他们很早的就发现了对方中路防守的漏洞，于是有针对性的发起了猛攻。应该说呀，这也为对手拉响了警报，中路必须有所调整。又到了道别的时候了，再次感谢苗坤的陪伴和点评。哪里，我们的合作很开心。
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，非常开心地告知各位，今天是天空如洗，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，现场的观众情绪也是同样完美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。